暴殄天物，照这样下去，你肯定与婚姻无缘。我订婚了。订婚？少君今天操劳一天，不如坐下来陪我一起吃吧。不了，你们花园城的规矩，男子不上饭桌，还是三公主请。这玄武城有一句方言。谁喜欢了？眼神不好就是看眼科。你这人怎么人身攻击呢？我招你惹你了？和你很熟吗？我跟你很熟吗？